捡漏了，姐妹们，你们赶紧来抢这个能装下一个大西瓜的这个冰箱保鲜收纳盒啊！之前8.8块发账一个的时候呢，你们都嫌贵哈，8.8块发账两个的时候还好你们没有买，现在这个商家呢，为了冲新链接的销量哈，拿出500单来给咱们做福利，今天直接降到8.8块，给咱们发账的3个还包到家了，真的是划算到姥姥家了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活动就在这两天哈，你要是错过就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了，关键还给带了运费险呢。收到货呢，咱们先看品质啊，满意喜欢就留下用。不满意不喜欢直接给他退了就行，放心拍。它每一个呢都是配有这样独立的密封盖的，而且呢它这个采用的是一个加厚的一个 PP5 的一个材质啊，你看真的是特别的厚实啊。它这个不仅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冷冻啊，你像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呀，或者是洗碗机直接去清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收到货咱们打开包装，你洗一洗就可以用了，它这个一点异味都没有。关键呢，它这个还是22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啊，你像咱们平时呢，你装下一个西瓜呀，或者是你装一整只鸡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还可以放在冰箱里呢，装点水果蔬菜呀，装个海鲜肉类哈，保鲜时间长，它还不容易串味儿。咱们还可以用它去装个五谷杂粮啊，装个零食干果哈，防尘防虫又防霉的。喜欢出去露营的呢，咱们还可以用它去当个分餐盒，你装点水果呀，装点点心呀，装点烤串啥的都是非常的合适，真的是哪哪都用得上哈。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合适啊，8.8块给咱们到手3个品质这么好的冰箱保鲜收纳盒。你们点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，它还有6个的选项啊，是16.8块，想拍哪个咱们就拍哪个啊，真的是太划算了，赶紧去薅这个大羊毛。